从那年开始，我忘记了很多事情，唯一有印象的就是我爱桃花。走吧，开启我们惊险的下山之路了。我们这个车走这个路真的是超级惊险的。太小了，哇，这个弯超小的啊，这个弯太小了，这上面三观也挺，对啊，哇天哪，我去，天哪，我们这个真的是，我再也不要上来了，太恐怖了，我跟你讲，对啊，太恐怖了，哇，我都看着，天哪，还帮他急死你了。看着往下看的，天哪！哇哇，那么多石头！呀，一到过弯的时候，我的心都是悬的。他们车子都停在这里的哦，这样子我们过得去吗？关键是啊。对啊。这都。哦，那还好，但这辆小车也卡着你啊，老边，我们那里能过得去吗？关键是，哦，又来一辆车要上去，我们还这里等啊。啊，完了！呦！可以了，一股烧焦的味，刚刚那个车。一辆车过来了，他这里又来一辆车，这里前面根本就回不了车。今天这上山的车有点多，等一下在路上会车也是个麻烦。这哪里过得去啊？这过不去，过不去，这要把车退了才过得去了。已经升上去，这块石头，这个后轮，哎，我说怎么这么响？中间卡了个好大的石头，卡在这里，走起路来嘎嘎嘎响，哇，好大呀！这下有点惨，哎呀，撬都撬不动，哎呀，要拿什么撬掉？千斤顶把这个车子后面这里顶起来一下，这样子看能不能把这个石头给取出来，刚好卡在两个轮胎中间。这个都已经升上去这么多了，差不多了。这块石头挺大咯，是个长条形的，它主要是有尖卡在里面。对啊，妹妹加油，
这个下山之路真的是，哎呀，没办法，我操，没把弯，没把弯给下去吧，这石头给卡住了，嗯，这真的是始料不及呀、啊，想都想不到，还好这发现的早哦，嗯，是不？对，还好那人看给我们看到了，要不然我们这下去多危险呢、啊。好像上来一点了、嗯、它就上面这里最大，下面的话小小的、嗯、只要上面上来了就可以出来了、啊、出来好多了，现在已经、嗯、再敲敲一下差不多了，胜利就在眼前。我站在这上面看着下面，我都有点恐高，超级吓人的，特别是转弯的时候。看那时候我们上到那上面去了，那顶顶上面，上面转弯的时候还没有这个护栏呢，没有护栏转起弯来看起来更吓人，那真的是一颗心都是悬着的。怎么样啊？我在想是不是要放点气。放气啊？嗯。放气那还能加了回去吗？去下面加呀。那我们这个轮胎瘪了，对下去不会有影响吗？哦，那你就放点气吧、哎。下去还有好多好多个弯呢，超级多弯。可以挤点嫩浮油。但是这个轮胎以后，我们会不会出去打滑呀？我操！啊？你说的有油吗？嗯。你不要挤太多了吧？挤的侧面不是正面应该还好吧？这都上扳手了。感觉动都没动呀，是吗？嗯，这石头也是够硬的哦，敲敲不动。上来了，上来了，很明显的上来了。嗯，对对对，上来了，上来上来一点。那边好粗一点，好翘一点，看到没有？它斜过来了，斜上来了。对对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，再上来一点，再上。哦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，马上就要出来了，出来了，要出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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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去、嗯，终于出来了，我真是不容易啊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，嗯、对啊、这个，终于弄出来了，卡两个人中间，我操，对啊，卡得死死的，太不容易了，天哪，这样卡，啊，特别是这个块。镶的轮胎里面。对啊，轮胎没事吧？轮胎没事。没事啊。拿点纸来，我把油擦一下。哎，差点被你这么快石头给搞死！天哪，太危险了。千斤顶可以收回去了。嗯。这个还是很有用的，关键时刻起了大作用啊。对啊，第一次用。对啊。四吨的。这要不然我们这石头肯定起不出来，不把轮胎升上去的话，你挤得太紧了。嗯，必须升轮胎，它有气压压住。把这个油擦擦一下，出发。就这石头整了半个小时，现在终于可以重新出发了。